中心是国内主要处理校园废弃物的处理厂，主要从事校园有害废弃物的处理工作。除进行日常之操作处理业务外，针对三套处理系统，包括焚化、雾化及电浆等的操作参数模拟、调整及其优化为主要的研究主题。研究的成果可作为国内有害废弃物处理领域之参考，并以成为国内难处理废弃物处理厂暨研发中心为未来努力的方向。检测组目前辖下大概有两个实验室，一个是绿色产品实验室，一个是药物毒物分析实验室。那我们目前在南部是一个相当具规模的苏泊农药残留的检测单位，那同时也是这个卫福部的这个认证实验室。我目前的业务基本上就遍布产官跟学研的部分，所以基本上这个组织，我想在对不管对社会对学校的贡献，大概就是说能够协助民众在这个把关这个食品的安全。